Hello，现在是大年初一的中午，然后大家来我家吃饭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东西，然后我爸爸在做饭，我来看一下。今天中午吃妈妈做的汤。你可不可以稍微停几秒啊？你乖。今天中午我妈妈做摊煎饼，妈妈负责摊饼，爸爸负责弄菜。这边已经多少张了，妈妈？40张。40张，今天中午几个人呀？今天中午7个。我们的工序是怎么样的？抓一下油，然后把它的那个面浇满整个锅，然后等这边烤干了，然后就拿这种铲子翻一下。哇 ，OK 了，两面。我很喜欢吃的，这是在山里买的，今天搞两个。OK， 出锅了。我们现在吹几点柠檬？第一个菜，豆角炒肉。这个是虎皮椒吗？虎皮椒是做出来一种。哦，那这个就是青椒啊，叫什么椒？大辣椒炒肉啊。最后一个土豆丝好啦，上菜。20多年，活一下过去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多少的感觉，能不能有本事把它卷起来？这时候要收一个边，收一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对。这个皮超级软，太满了，皮特别软，很容易破。爷爷家的咖啡设备，你们不回去了？煮咖啡。这是打豆子，这个是打豆，这打然后粉，然后煮。舅舅剥柚子，好像在雕花啊。都好专业的。就是，好了。咔，一掰就开了。来。啊。掰不动，掰不开。呀，现在收红包，准备重新发。要有仪式感啊！先把红包退了，重新发一遍。刚刚拍的呀，爷爷都折不进去。一样的嘛。来4个，快用手来。老爸新年好，老爸身体健康，老爸万事如意。好，谢谢谢谢，祝你们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历史历史啊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谢谢，太好吃。我这个黄色的。爸给我妈的啊，好，我替我妈谢谢我爸啦，谢谢。现在疫情严重，每天只能在家吃饭。今天是酸汤水饺。现在晚上9点多，我们来珠海的歌剧院，它叫日月贝。就这个日式大根，这也太大一根了吧。你买的什么？
哎呀，戳不烂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玩吗？Hello， 我现在刚回家，然后我现在来准备做紫菜包饭，因为刚那个超市卖的腌萝卜实在是太大了，然后我就没有买，这次我就准备包三样东西在里面。我现在有的是这个五花肉，我打算用水把它煮一下，这个是菠菜，这个也是用水把它先煮好，然后是黄瓜，黄瓜把它切成条，然后用盐腌一下。然后加点盐，芝麻油，是不割菜啊。嗯，现在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，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拿寿司纸，还有米已经我已经煮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包。需要用到这个卷寿司的这个，然后可以用保鲜纸把它包起来，它就不会变脏。这个是刚刚煮好的米饭，然后这个米饭要加一点盐和芝麻油，把它弄得粘性大一点，然后再加芝麻。我说对了。我们现在所有的准备材料都弄好了，这边是牛肉，然后黄瓜、菠菜、米饭，还有紫菜。我现在就准备做豆腐糖，这个是我在超市买的做豆腐糖的料，然后它需要的是鸡蛋、葱，还有任何的肉就可以了。我打算放海鲜，然后把刚刚剩下来的肉再放进去。买错了。趁这个豆腐汤还在煮，我现在来把紫菜卷切一下。漏了一步，要在那个紫菜卷上先抹芝麻油，然后再切。我刚刚已经把两个鸡蛋打下去了，没有拍上，然后现在豆腐汤就基本上好了。再撒一点这个，哈喽，现在是星期四的中午，我们两个闲人现在准备去排队吃茶记，一个只能听到名字却从来都没有办法排上的一个店，大概要开半个多小时。冷啊，冷冷冷冷冷，今天好像是零下十，现在零下六吗？对 ，OK， 今天零下好多度，反正就是希望他人可以少一点。我们到了，阿豆已经去拿位了，看起来就是要排很久的样子。这个 Plaza 太夸张，根本就找不到停车位。哇哇，赢吗？哇哦！超多人，然后等待的人们，我们坐下来了，是坐下来等位了。虽然我们还在等位，但是现在外面已经站满。
有一些自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坐下来了，阿东，嘿，我的葡国鸡饭来了。哇，看这个吃多了好。好浓郁啊，真的好浓郁。我们的黑松露多士来了，我们在等待最后一个的到来。哇哦，没了，豆豆急不可待。哇，刚刚在等他最后一份的时候，您在挖这个墙角。好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它这个汁很油，很浓郁。我们两个点了三样东西在这里吃，然后还打包了两个，明天中午接着吃。豆豆这个叫葱油猪扒。哦，nice。加蛋加蛋。